因遐人要变做台湾人，会使无？会使哩。但是要经过几年，那咱的公民权利法案规定六年，愈早申请，越早得到啊、这个叫做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。后摆做咱台湾民众的官员，一定爱本土台湾人才有资格。我讲一摆，只有台湾人才可以担任台湾民政府或提供台湾政府的公务人员。啊，现在很注意，公务人员不会变啦，很简单，你要申请规划或者是我们的居留证，我们发给他居留证。申请了居留证以后，经过六年，要够经过宣誓效忠台湾这一块土地，才有资格来当做台湾人，才有资格参加我们的啊，这里叫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。这整个的程序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两千零十年的这个七月七日，美国国务院跟咱讲，你们我帮你找好办公室，咱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设一个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。你捌看无？相片有吧吼？欸，我掌握给恁看，恁袂记得吗？有吧？有啦吼，袂记得举手。你若袂记，我再给你看。你若还阁会记，我就免啊。啊，袂记得了啊，来，我要阁看一摆无？好，来，美国华盛顿 DC 办公室，你有看无？但你要注意哈，这个很早，2010年，监管下下台湾平民政府，啊，来给一个平，因为 civil，civil， 反正汉字啊，就是平民啊。若被美国跟人讲。因为我美国有一天会回到台湾，我们会叫做美国军政府，我们希望台湾民政府有一个相对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平拿掉，叫做台湾民政府，按讲两个可以相对。所以徐文婷一发行啊，现在已经2万几分，现在过来要发行什么旅行证件？旅行证件没有我们的身份证是不能申请哦，有我们的身份证，我估计哈、哦，我本来是高级工比较早，但是其实旅行证件的代号美国的密码已经交给我们了，但是问题是那的身份证申请人太少了，两万人，我估计要申请旅行证件啊，我看这几千个而已啊，你几千个美国说他们很难跟中华民国说他海关要开给我们过啊，他现在十空对不对，可能会先开一空还是两空给我们经过，刚才那个311的时候，美国 AIT 直接在桃园的机场设置海关、啊、你看那个图也有啊，给你看一下311的时候、啊、美国的 AIT、啊、哇，你看那两个人有、啊、海关就是银色的，没有经过你中华民国的海关哦。直接等他们了他就过了，这张不是我们那边的，这张上那边是自由时报啊，跟那个中国时报顶管翕的，啊，那个登录来，不是咱家己制作的哈，一张。所以有真个代志，台湾人拢唔知影啦。那个讲讲讲啦，其实美国是台湾的军事政府占领地，美国有承认吗？啊，怎么唔承认？为什么？台湾人遐戆，台湾人，台湾人哪讲？够可能？人中华民国有军队，啊，你有军队无？咱唔免军队。咱用啥？用自己笔就好啊！咱用笔，都要将中华民国变个倒。我们不要流血，你爱记。我们不流血，我们只是用笔控告美国。奇怪，你也讲，安内要控告美国，奈不爱控告日本？因为美国是打败台湾的迄个国家。伫战争法内底，伊叫做 conquer， 叫做征服者。征服者有占领权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设 AIT， 而且 AIT 是民间组织，真真正正的军事基地是啥？就是内湖路100号迄个基地啦。迄个基地，美国有800名的海军陆战队，在今年年底以前会进驻。甲迄当的所有代都明朗化，美国。是怎样在内内湖的金湖路100号2万坪在那个地方，美国打算要驻军多少？
18000到2万，即马已经入来超过3000啊。顶礼拜，6月份都入来啊。美国现主席伫全世界有3个地方无同款，第一个所在伫古巴关塔纳莫湾。你知古巴迄关塔纳莫湾，美国做偌久？99年加99年，时间到了还可以延期。你捌看过这款的作用无？你厝敢要做人99年，搁再99年，啊时间个搁再延，搁再签，会不会有这种？你也问我奇怪啊，为什么美国迄块地等于是美国的啦？关塔纳莫湾，啥啦？因为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战书将古巴挂予美国。啊，美国全伫古巴啊，伊即马又通过法律，通过法律是讲啥？美国的参议院通过法律说，不要永远50州以后，永远不要再增加领土，不可以增加，也不要增加。啊，所以美国伊即马渐渐渐呀，拢未去甲你占领，伊我甲你占领无效，美国的政府未当过。啊，所以古巴、波多黎各、关岛、甲迄个菲律宾，伊是拍赢西班牙，将这个4个地方殖民地变成伊的殖民地。佮第二个所在伫倒里头啊，就是伫普天间基地，日本。日本的普天间基地99年加99年，这是在1975年的时阵呐，经过日本的时阵，伊甲佐藤荣作讲来，你来签。啊，佐藤荣作刚想讲，伫政治上想讲，即马我拖倒来这里做琉球吼，日本人一定足欢喜。但是我若讲这普天间基地要做美国，到10年，搁再到9年啊，等于日本的时候，日本人甲伊骂死，那有迄款的作用。所以，竟然将这个合约提登去引导，藏在引导的金库，甲锁起来，一直甲鸠山洞川修上经几年啊，尔鸠山出来讲：“你美国赶快给我撤退普天间基地。”哦，美国足生气啊！所以美国就派人去甲日本的鸠山讲：“啊，有经过台湾，迄个合约书我有看到。”伊问日本鸠山讲：“请问这个合约有算无？”那也无算，有算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美国绝对不会撤退普天间基地。遐人一般变成也被衰退台湾。所以第三个地点就是台湾的金湖路100号，99年加99年。这整个的局势就是安尼演变的。所以台湾人呢，因为中华民国拢无要互你知，遐中国人拢砍掉咧。其实这个代志无人知，我哪会知？因为我看很多的机密档案，过美国以后，他们开始提供机密档案。我说你如果再不提供，可以，我会再告你。所以奥巴马有派人小弟两届来台湾，喊我见着面。尤其是伊要搁再连任迄阵阵，伊讲我卖过国安啦。我哥哥说他任内会帮你解决台湾问题，所以我感觉奥巴马有遵守他的诺言。在6月份说派兵要入来，就入来，所以呢，咱现在开始都很紧张，速度很紧，因为我们只有差900名，我们就可以达成任务。但现在的900名，我有在咱的同心说，尽量要求年纪不要太大的，当然不是说年纪大不好啦，我也先讲哦，不是讲不好，但是呢，尽量吼要求好些少年人来，以少年人来做，会当做较久。希望咱台湾后摆这个政府啊，老中青三代，老的做做教好中年的，中年做做教好少年的，安尼才有一个传承。我伫昨个演讲，伫这个也做国级，这个也做。之前训练我有讲，尤其地高点，就是领导人要有传承的观念，要提拔年轻人。你后摆伫台湾生活，唔免烦恼你的经济。18岁以上，查甫查某，老爸老母2栋厝以上的，你拢会让配栋1栋，一间厝给你，
你都有厝好住啊，啊，你免烦恼有厝，哎，有厝还是无厝的问题，啊，佫拢有职业，有职业，生老病死拢政府负担。后摆呢，我的看法，万一若要再建的时阵，政府甲你处理，所以生囡仔、死亡拢政府处理，啊，拢甲你创一个政府创一个公墓的迄个灵骨塔迄类的，你就免多甲你烦恼。有诶年纪大以后就烦恼讲，啊，我若过身的所在，就要找一个所在来待，免政府甲你负责。有厝、生老病死，政府甲你负责。教育拢免钱，为幼稚园开始。读个博士，你要搁较出国留学嘛？无要紧，政府拢甲你出钱。即马大学生的助学贷款有80个人欠中华民国政府，伊讲助学贷款有无？咱内底有诶举手。咱若接到政款，这钱拢免还，政府全部承担。啊，有诶讲哦，啊我已经还阿咩啦，啊还就还啊。但是阿未还诶。我们如果在今年之内接到政权，一直政府来负担，那么好，后摆台湾啊是非常好。我的计划内底是希望台湾做一个医疗城、医疗都市，创上界高级的医疗设备，和国外有钱的人拢来台湾看病。所以我感觉讲后摆台湾的生活真好，唔是现今嘛。国民党的通敌，因为离开了嘛，要离开的人要安怎做？不断的剥削，有偌济甲你压榨偌济。我是估计，咱若万一讲接近，咱一讲会损失超2亿，超2亿，咱会损失。所以咱即摆咧赶速度。我相信，咱若伫伫11月26号以前能够完成，我们蒋基本的选举啊，中华民国选举甲停止，安尼好冇？你唔通讲无可能，我先同你讲，你唔通讲无可能。恁等于吼，恁即马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台湾民政府官网的迄个叫做密码，恁爱上网去看。但是伫昨啊，唔昨即个顶礼拜，前高雄台南市市长柯天材，伊甲讲一句话，秘书长，我甲你提醒，现主持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民进党。有大量的人渗透到你们的里面，在适当的时机，这一些人会讲一些反话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你若要做台湾民众的官员，你要有很坚定的信心。你若讲这个论述是健康的，你要坚持到底，安尼好不好？过来，我要跟各位说，因为咱初级班毕业结业啦，美国政府有要发给咱每一个人一面的美国国旗，迄大面的啊，美国国旗，听好清楚嘿，美国国旗送你免钱的，一辈子免费。安怎讲？你挂出来啊，风吹雨打，啊咧变歹去有啊，还是变歹去有啊？提转来换免钱，你活偌久都换几面给你。你听有意思无？活得越久。换得越多，所以呢，你免惊客气，等于吼，甲挂出来。你迄个挂起来，这个呢，理论上这个机啊是生意啥呢？这是陛下用的，你知不知？安那讲呢？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你有人去做生意对不对？这个机啊甲挂咧，所有警察人员袂当入去领导，调查局、国安局。不准入去，因为美国改讲的。挂这个旗啊，所以这个是啥？辟邪用，先欢迎你哦，加减个挂。啊，但是美国刚才一个要求，你不可以用竹竿挂旗啊，竹竿就跌高啦。谁人讲袂使用跌高？你台湾人有一句俗话，美国比咱较巧，跌高到啥？啊，就太多。太多也看过美国国旗，讲 no 不可以，你要用什么旗杆？你有旗杆呢，你家己用旗杆；无旗杆呢，拜托诶，叫旗杆。啊，这个旗杆吼，不是送的哈，潘石，那第二届学员做的来，
这个是啥呢？这是活动诶，这个是活动，这只是啥？老鹰啊，这只老鹰是为罗马时代活到今嘛？哈、哦，还是有一个传承的作用。美国的内政部伊那滴游行哦，老鹰做代先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这只老鹰是活的哦，有真多真多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就挂落掉，跟人家出来看讲，老鹰飞去啊，是啊，红头底就对啦。我讲啊，看电话讲啊，秘书长怎么办？啊，飞去飞啊，你个买啊，我咩啊？我无迄个钱也让上你，我无给你募款。所以你们自己使用的东西自己负责。刚刚讲挂美国旗哦，无啥好看啦。上好你让我来挂一支我们民政府的旗，但迄我买多少，你也家己去买。啊，有买不无买拢无要紧啦。但是美国国旗是送你的。这边伫高雄六月份的时候，那美军哦，大拢看到美国的迄、那个直升机来八十架，有一个东西嘛，伫伊厝顶啊。整个厝顶甲插美国国旗，哎、欸，有效呢？安怎讲呢？我插美国国旗吼、哦，迄飞机全跳空辗转变方向飞来国旗，安尼个飞过。啊，有翕相我看啦吼、哦，啊，我刚看啦，伊画国旗画唔对，迄、那个星星几粒？五十粒。伊讲甲画五十几粒啦。我你若画遐济，因为我就是讲，迄星星愈济粒愈好。无啦，五十粒啦，卖乌白话啦，五十粒。我你来改啦。哦，迄五十粒，所以今晚呢，我要为只排队哈，我要送你几样，啊，送你几样呢？你要你爱多加哈，现在哪一个位置都可以签一下你的名字，表示讲我有送你几样，我无将这几样哈，家己吞落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来，今晚来。这拢先卖起来吼，先这边起来领吼，啊，这若领了，较换这边只吼，照顺序安尼来。
请在位置上面坐哈，夏丽婷，位置上面坐。大家人一定要了解讲，想要美国要送你机呀，哈、哦，你会记得迄个蔡英文哈、哦、去美国的时阵，美国嘛照常送你一面美国国旗，你唔知会记得无？迄、那个你要看迄、那个，咱美国送给蔡英文美国旗哈，迄、哦那个相片咱嘛有来给你看。蔡英文要选中华民国总统以前，美国呢？啊，上一届里面，其他体育可以怎样讲？你不要忘记，台湾是我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地。当时七月七日，今天是七月六号，七月一号，日本通过集体自卫权。过去因为战争输的时阵，伊宪法叫改做和平宪法，就是讲日本人，人家欺负伊拢袂当先叮当，就是讲有人甲拍。以前咱回手，但起码伊改了无同款啦。中国伊若搁再像以前遐尼啊臭屁，派飞机改威胁，伊免经过中国同意，免经过美国同意，一声就听我甲拍来。我跟你讲，那日本人的个性，其实咱嘛是日本人啦。日本人的个性，就咱台湾人的个性啊。你若敢讲真正派飞机来甲威胁，你还未开会啊？咱先开会甲拍。安那讲，日本的武力绝对比中国较强，所以我预测，就是你若看，日本通过集体自卫权益啊，中国点点点，吼、哦，好安静哦。安那以前伊通过这款的哦，中国已经出来唱秋的，杀你一日吗？这边都唔敢，阿妈唔敢阁派飞机去个钓鱼台。去改，到边啊！安尼听去改威胁啦，还是去改去甲骗术？你好大，你过来去看卖啊！日本人，我知影日本人的个性，一定个拍，安那拍会引起小的规模的战争。我就讲啦，美国上好，这两查某什么人？你知吼？蔡英文嘛，咱大家拢甲蔡英文共计，美国嘛赶快上你机啊！所以这支旗啊，吼，等于吼挂出来，免客气，恁袂挂啦，会挂的举手，会挂的老实讲，会挂的举手。好，啊，若无挂，免啦，免收啊。哦，用偷摕去，袂啦，袂啦，偷去无要紧，偷去吼，你写一个报告，我阁给你一支，偷十摆，给你送你十支，安尼好无？啊，恁无啊挂出来是要创啥？无彩你来受问，你又搁你惊哟？好啦，我跟你讲吼，我伫这个所在鼓励各位啦。等于吼，机啊甲挂出来，挂两支台湾民众甲这个啊美国的机啊，绝对无代志。啊，你若有看到美国人去甲你翕相哦，你免烦恼，你也欢喜。以美国真个当时吼，迄机啊挂嘞，拢看一寡阿东啊，狠狠去甲翕相。还不坏意啦，不是坏意啦，你别烦恼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所以你今日真好运嘛吼，你也要来训练。啊，那国际办毕业的时阵有一张结业证书。啊，你做议员，那军校考级考过，有一张郡守的资格证。啊，受完职前训练，有一个议员资格证，啊，加一个叫做内阁阁员的资格证。啊，若有这两个证书，我给你保证，台湾民政府这点，你一定有职位，有四千个尔，拢总现在是中华民国公务人员有几个，你知无？二十万，所以四千名要伫这二十万内底啊，太简单了。所以你们彼此之间啊，卖互相在咧讲家己的歹话啦，啊，扭来扭去，台湾人或者中国人讲较重歹。拢不爱讲你家己好唔好，拢去讲别人嘅歹话，民警我唔通安尼。你有真好嘅位置或啥子，所以呢，爱家己珍惜，安好唔好？谢谢各位，多谢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。好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